欢迎杨达清，非常荣幸为各位主持服务最梦幻浪漫的爱情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的电影首映会。摆明了就告诉你，为什么定档1月19日要上档呢？因为这部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，当你看完之后，你的泪水就会像是消防水柱一样疯狂的喷洒。消防节上岗就是有爱死你的，你自己小心泪腺失守。马上热情掌声欢迎正在聊天的导演上台来单拍一张，欢迎睡成朵导演。好，欢迎睡成朵导演。哎，我来过来边，你先摆 pose， 我来介绍你的丰功伟业哦。来，自己看镜头，谢谢。1月19日，全台上映的浪漫爱情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的导演睡成朵导演，这一次呢，展现了自然流畅的喜剧节奏，同时浪漫唯美的氛围，男女主角的情感推进，感人至深。恭喜导演，你做到了，谢谢导演。请在旁稍后休息。接着有五位演员都来到了现场，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时尚 KOL 茉莉，首次的大荧幕演出，欢迎茉莉，单拍一张。哎，肩膀很紧哎。那我先撩。啊，不要撩，我们有那个很多直播哈，自己摆 pose 哦。茉莉在1月19日全台上映的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当中，饰演的角色叫做卢美女静。是女主角郭书瑶的好闺蜜 ，IG 拥有76.2万的粉丝哦。首次主演电影就是个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，表现冷艳自然，充满魅力，也跟瑶瑶有微微蕾丝边的情节，差点就以为是另外一种题材的戏剧了，很亮眼的演出，恭喜茉莉。接着热情掌声欢迎茉莉戏中的死对头。侯彦希，欢迎侯彦希，茉莉请今天稍作休息一下，不够等一下我们再补拍。你们是死对头，他在戏中打你，一直说我真的很讨厌你，感觉是肺腑之言。好，好，不要聊天，张拍，谢谢。好，侯彦希在1月19日往后退一步哦。彦希在1月19日全台上映的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当中饰演胡佳怡，胡佳怡就是小六咯，是男主角蔡凡熙的好哥们。侯彦希的喜剧效果浑然天成哦，只要看到侯彦希就侯非常好开心。奇妙的是他跟蔡凡熙也有微微的 romance， 超越兄弟的断背情，看了就知道。谢谢侯彦希。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方文琳姐姐，欢迎文琳姐姐，前面请。方文琳姐姐在1月19日前台上映的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当中饰演男主角蔡凡熙的妈妈，也是女主角郭书瑶的准婆婆。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完成这段婚姻？要看了才知道。方文琳在戏中独自抚养儿子长大，是一个开明的好妈妈，同时在戏中也是美容院的老板。蔡婉如真的很想要跟蔡凡熙一样被文琳姐姐洗头发，感觉很舒服啊。谢谢文琳姐姐现场这么好的演出，谢谢。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儿子喽，儿子蔡凡熙，欢迎。来，最后一步哦。好的，蔡凡熙在1月19日前台上映的梦幻浪漫爱情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当中饰演男主角陆克陆以静，这个剧的名字耐人寻味哦，陆以静。戏中跟郭书瑶交往6年，密谋求婚，没想到浪漫的求婚马上被瑶瑶打枪说我不要。剧中蔡凡熙有大量的下跪求婚戏、哭戏、滑水戏。弹吉他的画面帅气十足，演技更上一层楼，恭喜蔡凡熙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女主角郭书瑶，我们的金马得主瑶瑶，更上一层楼的亮眼好演技。来，瑶瑶第一转360度地拍哦，来介绍你的丰功伟业。瑶瑶郭书瑶在1月19日前来上映的梦幻浪漫爱情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当中，饰演的是女主角小彩宋彩玲。戏中瑶瑶饰演的是服装设计师，迈入了适婚的年龄，被男友蔡凡熙求婚，却毫不犹豫的拒绝说不要。
随着剧情的抽丝剥茧，才发现瑶瑶其实内心藏着不可告人秘密。同时，瑶瑶也在剧中呢展现大量丰富复杂的内心戏，展现了金马得主的超强好演技。跟蔡凡熙也是暌违五年，从小荧幕到大荧幕再续前缘，但每一次爱的都很辛苦，这一次也是不妨多让。等一下，请瑶瑶好好来聊一下，瑶瑶怎么变瘦，好瘦，你要不要转一圈？瑶瑶转一圈，影后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啊，配合度很高的瑶瑶，谢谢你。OK 吗？那我这样的男人上来了，蔡凡熙加入来合照一张，凡熙不要聊天。女朋友啊，要结婚了，难怪人家说 no。 对，来合照一张。哎，男左女右比较像婚纱照，男生在左边，是天体视线。对，那么第一摆 pose 喽，两位视线先看向右手边的摄影机，右边，两位视线转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。再说一次，我愿意男女主角蔡凡熙、郭书瑶暌违五年再度合作。两位视线转向左手边的摄影机。这部电影开演不到四分钟就献上了男女主角的接吻戏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率、不啰嗦、快、很准的一部爱情电影。两位视线再回到中间，换个 pose 好吗？好像有点生疏啊，明明合作无间，默契十足是吧？好，来，挽手右手边再来一张。是的，好 ，OK。两人默契十足，充满了粉红泡泡，也很虐心哦。究竟能否开花结果呢？来，两位视线转向中间的摄影机，再度上演浪漫的姐弟恋的心怀。就在1月19日的，再说一次，愿意。两位视线转向左手边的摄影机，谢谢各位媒体。哇，今天媒体来很多，高度关注，感谢，谢谢。一月十九就要上映了，谢谢各位。好 ，OK 吗？不过等一下我们联访前再来补拍。最后我们邀请所有演员、导演上台大合照一张。那个瑶瑶叫一下你的婆婆、准婆婆。好，准婆婆来了，还有这个子党，来，准婆婆妈妈来了，导演，来那个瑶瑶的好闺蜜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视线一起看向右手边的摄影机。1月19日，前台上映的梦幻浪漫爱情电影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的主创团队，六位视线看向中间下方，挥手这台官方的摄影机，挥手这台。谢谢前方的来。是的，他要发稿用的哦。来，谢谢专业的摄影机。来，一从视线转向左手边的摄影机，左边挥手这台。今天晚上大家都齐聚在首映典礼哦，五位演员都交出了非常亮眼的好成绩、好表现。各位一同看向视线中间下方的视线，谢谢。这是2022年浪漫爱情电影《超强催泪弹》，1月19日，一起进戏院，小心泪腺失守。真的就像我说的，消防节上映，那个泪水会像消防水柱不断的喷洒。谢谢，请递上麦克风，稍后我们再补拍好吗？先来请导演代表打声招呼，说一下音乐感谢。好，让我喘口气。好，导演，来先跟大家 say hello to everyo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您，叫做睡成博。我刚不介绍，我是自我介绍，演的导演，我叫睡成博。谢谢大家来，谢谢导演，导演蛮秋的，没有很秀了，很随性，很可爱，很棒的作品。是，谢谢睡成博导演。接着欢迎所有女主角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欢迎瑶瑶。接着欢迎的是蔡凡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凡熙。嗨。嘿嘿，接着欢迎的是妈妈以及准婆婆方文琳，文琳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方文琳，准婆婆。准婆婆，好奇怪的名字。谢谢文琳姐姐。你还没有准备好。是美容院的老板娘。接着欢迎的是侯彦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侯彦希。嗨。欢迎，接着欢迎的是茉莉。大家好，我是茉莉。好，欢迎各位。先请导演来分享一下，再说一次我愿意即将上映的心情。导演，这是终于好不容易，我们已经拍完大概一年多，快多隆长，快两年了。今年本来要上映了，遇到一波疫情。对，我希望我们这次可以顺顺利利的，然后陪伴大家一个很开心的过年，我心满意足。
谢谢薛神多导演。瑶瑶这次参与，再说一次我愿意的心情如何？我觉得非常开心，然后透过电影我可以认识一群这么可爱的朋友，然后其实电影里面每个角色真的都非常可可爱爱，然后我真的很喜欢，因为每个人都好真诚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那跟蔡凡熙暌违五年再度合作的感受，你觉得他有哪些转变的地方？哦，他现在超棒超帅，演技超级好的。之前小菜鸟，下面大菜了。对。对，他现在真的可以说是，我相信就是大家有参与到求婚那场戏，然后大家看到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不帅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帅。所以你有被打中那一 moment？ 就是我认识到现在，我没有想到，哇，他居然有那么帅的一面，可以这么 romantic， 就是帅到有一点惊人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因为可能我知道，就是算这是他私底下的样子，就是对。所以就是，私底下很不迷人就对了。不好说。我们让凡熙来说一下。有让他自己说好了。跟瑶瑶再度合作感觉如何？对不起，我不会说话。跟瑶，因为你很久没有做了嘛，对。然后因为那个剧情又不太一样，所以真的差蛮多的。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成长了不少，对。然后感觉是带着很多的经验值来给瑶验收的感觉，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。有没有哪一场戏特别难忘？特别聊一下。难忘啊，其实很多像跟妈妈的戏，因为我妈也是跟我们有点像，就是比较温柔一点，很开明。很温柔。在就是谢谢温柔。对，比较温柔一点，然后对儿子很有爱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多画面都是自己真的在看镜子的时候，我都是跳出我妈的脸，对，所以我那一场戏我很有感觉，然后也。很感动。你妈在这边还不叫妈？妈，那个婆婆在那边，她叫婆婆，走过去啊。不要这样子，我姐姐对我来讲就是姐姐。姐姐叫婆婆，就是这么惹人手。会哦。我是剪跑步的那个，哇，那个超辣的，那个很难叫她婆婆，就是姐姐。不是，所以叫她婆婆有点奇怪。奇怪。对啊。两位情侣在戏中都迈向了人生下一个阶段，那演完有没有想要结婚的冲动呢？有没有在看戏？我其实一直都蛮想结婚，但不是现在，哦、okay. 对，现在太早，但就是对，一直对婚姻有一个憧憬在，就是想要结婚的。哦，但现在还没有，现在。五年内有可能吗？五年内好像有点太快了。太快了。对啊。OK。三十之后吧。三十，你还没三十啊？还没。三十。好素颜。那瑶瑶呢？大家应该很关切你的部分哦。我想要先谈恋爱，谢谢大家。说到点上，起码要先找到对象才能聊。对啊，先不要问我结婚这一题，还会轮不到我。先享受恋爱。对，我先有人谈恋爱再说。是要高个儿的，符合你的需求，还有没有补充的？开玩笑啦，就这样就好。高个就好吗？这现场很多人都可以。好了，先有人再说。先有人再说。然后要看过再说一次我愿意的人。是，那很重要。那结婚会说吧？如果两位真的结婚会说吧？比如说你们一起结婚啊，你们都是结婚的话会说吧？会啊，会告诉大家。会啊，会啊，一定会啊。瑶瑶也会说。我想不用说，他们也会先分手吧？现在媒体这么厉害。是，他会透过 IG 或是粉专发布婚讯，最近很流行这一套，会吗？媒体的。会会吗？就分享给大家。就知道消息了，消息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留意两位的粉专跟 IG 了。接下来我要访问一下妈妈跟婆婆了。柏林姐姐演得非常的感人至深，这一次参与演出的感觉如何？其实已经拍了快两年，真的我都说忘了。然后最近就一直那个老板就那个艾特我，然后就说我一直哭一直哭都是因为你。我说真的吗？因为我还没有看过。那我就跟这一群哇这么棒的年轻演员拍戏，真的也很开心。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自己再一次的活力这样子。儿子的表现如何？很好啊，他一直都是很努力很上进的。每一场戏他觉得如果干嘛怎么了？很开心，心虚吗？很开心。对，尤其他那阵子拍戏的时候，他也非常的辛苦。因为每一场戏都有他，然后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敬业，表现得可圈可点这点。然后这部戏不止戏很浪漫，我觉得导演也很浪漫。但是我在拍戏第一次就是收
就我自己个人部分杀青的时候，我收到导演的一束花，我就好惊讶，这是我第一次，对，我第一次收到，真的很开心。那对于这个准媳妇，可能的准媳妇，瑶瑶的表现如何？当然不用说啊，她的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，真的。不用说的，我知道。看完也好想要你这个好的妈妈哎，真的，谢谢文玲姐姐的表现，非常亮眼。接下来我访问另外两位哦，明明是演这个死党或是闺蜜，搞得有点像断背情或是蕾丝边，你们两个自己说好不好？侯妍希，你自己说是不是爱上本戏？自己讲你这次演出的心情，来来，自己讲。有吗？有吗？叶柔哎，你才是女主角吧？不好意思，自己讲。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剪出来的感觉是我们有，真的假的？这兄弟情啊，兄弟情，兄弟情。演出的感受？我觉得蛮，因为我跟他真的是很熟了，所以我们在现场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随便在乱玩，然后也会。你真的很随便吗？对，因为我很随便，所以我才看上他嘛，对不对？合作无间呐、啊，两位。我觉得是很有默契啊，然后而且就算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只是稍微沟通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对方想要的点是什么。对，可以碰到你的点。对，对，碰到你的点。他真的很喜欢自己设计一些很色色的台词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说了，因为不方便说，真的太累了。我忘记了，说在电影。你大家看了就知道。也跟消防水柱有关的一些双关语啊，大家可能就知道了，不说了。好，谢谢燕希啊，都快失望了，是不是？茉莉啦，第一次演电影超亮眼的，聊一下这次演出感受。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因为第一次演出，我觉得很幸运，就可以跟一群这么优秀又专业，然后很敬业的演员，然后他们也教会我很多事情，然后也希望第一部电影不要是最后一部。那之后有没有期待演什么角色？取代蔡凡熙之类的，演完一号这样。没关系，我都可以，我很便宜，买小窝。真的吗？CP 值很高，有没有特别想要演的一个角色？随便讲。角色，我其实蛮想尝试坏女人的。坏女人。对，就很想把一个那种坏女人演活这样子。期待了哦，这是第一步，慢慢来哦。那导演1月19就要上档了，一句话推荐，再说一次，我愿意被看入的原因，好不好？谢谢很多导演，就是可以帮助你约会成功，然后约会完做到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哦，很好，很重要。来，茉莉来讲一句。我觉得今年如果没看这部片就不会赚钱，所以一定要来看。这是威胁。好，我们可以去进去呢，一定要马上包场的。来，侯彦希。如果今天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，你就会永远找不到伴侣。一个比一个还要狠。的诅咒哦。是，文丽妈妈。那我要更狠吗？不行。都请大家好了。就希望大家在这个物理到了嘛，然后可以尽情看这部浪漫的爱情电影，让每个人都很开心。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大家要很开心、幸福最重要。是的，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接着蔡凡熙。好，其实前面大家都讲的差不多，我就讲希望大家可以戴着好好戴着口罩，然后来看电影，好好做好这个防疫啊，然后一起来戏院欣赏美好的电影，然后戴好口罩。赞，好赞啊！谢谢凡熙，戴瑶瑶。这是我们戏部会让你们看完心情很好的片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，然后也可以从陆以静身上，就我们男主角身上，就是可以学到怎么样更懂得真爱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其实他也在 repeat 做一些事，但他有在成长。对，要慢慢变成更好的一个女人跟男人。是女人也是，是，拭目以待。当然不能免除票房攻略，还是要讲一下票房大概达到多少的话，你要记住什么样的事情来回馈粉丝呢？来，谁又想到导演在晃神呢？感觉是你正中了，要听那个、啊、好，我们将那个男主角说也不是说要过多少啊，但我很想要去参加别人的婚礼，然后见证他们的爱情。我自己很想要这样做做看。对，可能我的名气还不够，在现场让他们就是震撼，就是跟惊喜。但我很想要参与这件事情。所以不管票房多少，你明天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近期有人接受，可以为他们唱一首《再说一次我愿意》的那个《牵手我的心》。你要一起唱吗？哦，你来就好。好，三二一，既然呢。
到婚礼再说啦，但我很希望可以这么做。都可以私讯你就对了，说来我婚礼唱几首歌。对，或者是那个安排一下，就是希望婚礼，就是很想要这么做。或是求婚也可以联络你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就可以去找。联络一下我们，联络一下我们主办单位。好，瑶瑶，你想一个，因为他回答等于没回答到。对啊，我想一个。对，票房大多少？要做什么事？我要做什么事吗？大家贡献粉丝。贡献票房公约，票房公约。啊，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哎。是。对。茉莉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？交给计划最强的茉莉。有人想看吧？如果就是破亿的话，因为我们在预告中其实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亲下去。是。啊，破亿我们就真的亲下去。谁跟谁？我跟瑶瑶啊，很简单。这种没有破亿也可以做的事情，现在拿出来说嘴，不要拿出来说嘴。好了，破2000，2000就来亲了，可以吗？啊、会太少吗？都我这不用破也可以做的事情啊。那你现在要不要做？我不要。我反面，我们不需要做反面。然后最后那个对，防疫期间，好，那我们让红叶熙跟蔡满熙亲一下。没有乱讲啦，谁要看？我不要这样子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回到正轨啦，来来，今天有首映仪式啊，赶快来倒香槟了，然后庆祝一下票房啦。我们即兴，希望可以卖得非常的好，预祝票房大卖。1月19日，超强催泪弹梦幻浪漫爱情电影，同时递上这个香槟酒瓶，是的。我们在拍之前，先来单拍合照一张，是不是要聚集在这个？对不对？来，请往前一点点，我来这边底下扣大家的视线哦，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视线先统一看向中间官方摄影机，挥手这一台来拍明官摄来，这个比业这一台是我们官方摄影机，挥手来，3、2、1。好，视线统一转向右手边的摄影机，先看右边绿色衣服挥手这一排的大哥，3、2、1。视线再转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，挥手这台灰色衣服，还有蓝色衣服的视线。来，六位视线转向左手边的摄影机，左边这个戴帽子的这一排，还有蓝色头发这一排。好，还有同时这个直播挥个手好吗？我们正在国片期待一起听着直播的，先上哦，谢谢各位。准备好了吗？看正前方。好，正前方，来，果果，来，3、2、1，挥手之台，再来一张。左边再一次哦，左边。好，左边再来一次。我们统一再从右手边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转右手边。酒瓶低一点，不要挡到脸哦。好，3、2、1。六位视线转向中间下方比赞这一台的官方摄影机，再说一次，我愿意。1月19，康博登场。再来转向中间灰色一台，好，谢谢。转向左边都 OK 了，最左边这边要不要来一张？好，谢谢，倒数喽。好，首映仪式现场倒数 3、2、1，请到这个香槟。来，视线不要忘了哦，边到还要看一下我们摄影大哥。预祝1月19全台上映的梦幻浪漫爱情电影《新年超强催泪弹》，再说一次，我愿意，票房大卖！谢谢各位，掌声！好，只有其实到那个相片看到，真的蛮考验默契的哦，不容易哦，来。六位视线转向右手边，再来一张右边，再转向中间下方的官方摄影机，挥手比耶这一台，谢谢。六位视线转向左手边，已经闻到香槟味了，好想喝一杯。来，左手边来一张，谢谢。我们1月19，戏院见。再说一次，我愿意。再回到中间来一张。1月19日，感谢睡神都导演。好，叫我闪开的意思，好，谢谢，没问题。好，视线再回到中间下方，谢谢蔡凡熙、郭书瑶、汪文林、侯彦希、莫莉，也谢谢睡神多导演，感谢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票房大卖，票房长虹，大卖，岁岁平安。哎，这个票房肯定忘了啦，你看到处喷洒的，遇水则发。是不是？好，刚才碰到了包100场，谢谢。
感恩感恩。我们先亲一下，谢谢。我们稍后来补。谢谢，以上就是再说一次我愿意的水运会的现场，感谢各位，我们遇水得发，票房长虹，1月19，新元见，感谢。接下来就是联访时间，我先请演员们先压个汗。